松山快到。我是刚刚列车的113了，七月。七月十五号，台北捷运松山新电线冲站，零点几分，304之后土松山，出电站积分可发的是有73基零，中央基地有302301次往边左，刚轨时间和在中文站松山站零啊，出电站是9分92。开车门。往新店的列车，304即将发车。台湾的节目班在上站了。7月25号10:40，台湾的。